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哥。最近全台湾大缺水，尤其是中台湾很多我朋友家都已经开始限水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些省水的小 paper， 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大家成长过程中应该都有多多少少听过这些省水的小 paper， 有点熟逼，有点熟滴，但是就是不太熟悉。哆瑞咪的会员，你可能只加入了哆的会员、咪的会员，但是你就是没有瑞的会员，你没有 remember 吗？哦，你没有 remember R E M E M B E R， 没有记起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打算用一些我个人好记的方式，让你把这些省水的小撇步进到你的身体记忆里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好记模式。因为我等一下可能要去跟女生约会，那就想说以备不时之需，还是刷牙一下好了。怎么厕所门口有两个背包啊？你问我刷牙的时候喜欢背后背包还是漱口袋？答案是后背不背，漱口背。用漱口杯刷牙，每次带卫生5公升。刚刚做完大餐，手都油油的，不用个肥皂洗洗手，我看是不行的。小冠，你的水可以给我喝一下吗？好渴哦。哪屁用？冲肥皂的时候要关水，每次带卫生5公升。三哥，要去哪了？没有，我刚刚打完球，要先去洗澡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每次在洗澡前，我都一定会来冷水坑，载我的朋友利勇，这是一定要的。利勇好像来了。利勇，找我来这边干嘛啦？没有啊，载你回去啊，走啊。啊？载我回去干嘛？利勇走了。我不是利勇啦，我是利线。你是利勇啊？什么利勇？我是利线。你是曹利勇？我是曹利线。没有，你就是赖你利勇。走，再有一句，利勇，干嘛啦？利勇走啦，发疯哦，忘记自己名字哦。洗澡时等热水前的冷水再利用，每次大约省9公升。耶，我要载利勇回家了。这个是我刚刚洗澡装的水。喂喂喂，同学，啊，你用水桶装水的声音真的是两个字，差洗。用水桶装水，差洗车子，每次大约省180公升。大家知道一加一送我的盆栽，我都是怎么浇水的吗？告诉大家一个省水的方法，把洗菜的水拿来浇花，每次大约省3公升。虽然说我以前国小都是拿优或是假上，但是我必须说，以上就是我的省水小 paper 的特殊记忆法。再跟大家复习一次：刷牙的时候要用漱口杯，擦肥皂的时候记得要关水，洗澡等热水前的冷水再利用，洗车的时候可以用水桶装水擦洗车子，洗菜洗米的水可以拿来浇花或是做其他使用。那大家也可以去发想自己的省水小 paper， 比如说用水的时候不要边滑手机，这样一定也会对水资源很有帮助的。那最后，民众如果有供水的问题的话，也可以拨打客服专线1910。那就这样子啊。祝大家用水愉快啦，拜拜！哎，要去哪？哦，没有啊，刚打完球，我要去洗澡啊。对啊，拜拜。大哥说什么？大哥说什么？他很烂，他很烂，真乱乱弄，栽在身上。Leo， 你倒，再见。哎，你的车，看看你的车。不要录大声。